嗯，你是谁？这是哪？我是黑衣人，这是我的秘密空间，一旦进入，谁也别想出去。哼，我美丽想走，还没有人能拦得住我。别着急走啊，看看这是什么。快来人啊，救救我们吧！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，我还没吃过油炸龙虾呢。快走，是莎莎，你们怎么了？黑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我们！听说你们魔法学院人才济济，今天我就想看看，是你们这些学生厉害，还是我的超能力厉害？本事，是你逼我的，出来吧，齐天大圣！就一只猴子能成什么气候？是吗？那就让你看看我这只猴子的厉害。哼，这点水平还玩绑架闹呢？孙悟空，今天多亏了你，现在跟我去救菜菜老师和莎莎吧。嗯，没问题。可是他们在哪儿呢？不知道啊。行行，先告诉我快走，他们在哪儿呢？喂，醒过来啊！喂，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我要吃虾，吃大龙虾。点击下方抖来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